欢迎来到涠洲岛。哈喽哈喽，大姐，重来。哈喽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涠洲岛。美女，码头气不气？25一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广西的涠洲岛。涠洲岛呢是中国最美的岛屿之一。那来到北海这聊，一定要登一下涠洲岛。那来到涠洲岛呢，就两样东西一定要体验，一个是美景，沙滩美景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海鲜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两样东西咱就给大家来那么一整套。好，现在先去欣赏美景。把你给忘了，来，上车。那什么，还是要吃饭，走吃饭。好，欣赏完美丽的风景呢，咱来到了吃海鲜的地方。就在我的身后是南湾海鲜市场，买点海鲜然后一加工。整个涠洲岛有几个海鲜市场，这个算是比较大的。都说涠洲岛的海鲜比较贵，都说涠洲岛的海鲜比较坑的，还真是臭嘴，老说实话。都说涠洲岛的海鲜比较鲜，那今儿鲜不鲜呢？咱尝一尝。但是啊，但凡这种景区，你说坑也好，贵也好，这全国都一个样，对不对？你来旅游呢，难免是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呢，来这买海鲜要长个心眼，有以下技巧：一个，你给他说我要足秤，不要给我加一些就是坏的一些死鱼烂虾。但是啊，你眼睛要紧盯着他，要不然他啪嚓一下就给你把塑料袋换了。你说买个海鲜怎么就这么难？怎么就这么费劲？吃顿饭的事儿吗？哎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叫人之初性本善，全靠套路混口饭。还有一句话呢，是性相近习相远。阿星带大家开开眼，走着。把里边的水给你控干，然后呢都是足两的价格，足秤的价格，这个是一块钱一个，真的挺便宜，少一点太多了。好，那哥买什么吗？一杯我就不要。现在因为是休渔期，有很多海鲜没有，而且价格呢稍微上浮了一点，比较贵。买了这些呢花了175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贵不贵啊？然后咱再买点皮皮虾还有刺螺，走。皮皮虾多少钱？180。十称的虾。现在现在咋这么贵啊？没办法，这个是咱那吃不了哈，就一两个鱼。休渔期就贵了。是呀，180一斤，这个吃不起了。皮皮虾180一斤，你看平常是50到90块钱，太贵了。所以呢，咱买点海虾就行了。这个海虾多少钱？海虾70。给我拿点刺螺。来个2斤吧，18块钱。这些海鲜呢，一共6种，花了300块钱整。本来呢，我想来这儿买一个石蚝，是涠洲岛的特产，跟生蚝有点类似，但是叫石蚝，挺大的。今天没有买到，不知道是因为休渔期还是什么原因。哎呀，
看这一直甩了一地的水，我这个可能算水少的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头的商家也挺实在的，我和他们聊了一下，他们说确实有这种秤不足的价格，那秤不足的话就比较便宜，所以说呢，买的时候一定要说我要足秤。虽然这个市场上写的是打击六两秤，但是你七两你也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拿了这些海鲜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咱找一个地方加工一下，走着。哎呀，太热了，要了亲命了！吃海鲜之前呢，还得吃点冰棍，喝点水。哎呀，一身的汗。好，现在这桌丰盛的海鲜大餐就好了。那加工店很多，随便找了一家。这家呢是还有个招牌，是白灼10块，香辣呢是25。这个岛上特别有意思，很多的四川、重庆人开的这个川菜馆。这家呢就是川菜馆，你看一下这些菜都非常的辣。刚才我也给老板说，我能吃辣，你给我加辣。很多四川、重庆人来涠洲岛是开饭店、开餐馆，那东北人呢就是开超市和开民宿，这两个地方的人特别多。现在就开吃，咱尝尝它这个大虾辣不辣。开背大虾，先把这虾头给它开开。哇，你看这红红的。谁说虾头不能吃？太香了。嗯。虽然今天没有吃到皮皮虾，但这个海虾的味道也非常的棒，因为它是鲜活的，肉质很清甜，特别的嫩。吃海鲜，我最不爱吃的就是海鱼，就爱吃一些贝类，然后虾、螃蟹，海鱼没啥味儿，不鲜。嗯，虽然说这个鲜活的虾啊，本来是白灼，更能吃到海鲜的本味儿。介于它是川菜馆，咱就要吃点麻辣的。另外这里有白灼，咱就吃这。再尝一下这个扇贝，扇贝是最多的，总共是20个。嗯。虽然很小，但味儿不错。这个扇贝呢，正常的应该是比这大一倍甚至两倍。今天我看整个市场全是这种小的。鲜甜的扇贝肉加上粉丝、蒜和葱花，一口下去了，哎呀，真是美味。嗯，你看我的身后，全部都是年轻人，年轻姑娘、年轻小伙子。这个涠洲岛特别吸引这些年轻人，都是年轻人来打卡。我平常吃饭，这垃圾桶必须在我的下巴颏底下。哎呦，差点掉了！必须在我的下巴颏底下，这样的话扔啥东西都好方便。这两天我在涠洲岛转了转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经常有人拿涠洲岛和海南岛来比较。我觉得这儿的基础设施，包括这些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啊，各方面都是要比海南稍微差一点。但是啊，这就给人的感觉啊，更加的原始一点，就风光更加的自然一点。不知道以后发展成啥样子，但是现在啊，基本上住宿都是一些民宿为主。你像什么五星级、四星级的酒店啊，这几乎没有。虽然说是民宿，价格挺贵。来点绿菜。这菜啊，一看就是正宗的四川人炒的。你看，炒个这他也要加辣椒。本来应该是蒜蓉的，来尝一下这个大鲍鱼，不是小鲍鱼啊。今天这个鲍鱼也挺小，味儿还不错，就是这个酱给的太多了，有点遮了这个海鲜的本味儿。但是这个肉质确实是挺鲜。
这个汤汁不能浪费，一会儿咱拌米饭。再尝尝兰花蟹，这里都是啥都没有，咱直接吃蟹腿。这家口味确实重，说实话这种兰花蟹我就没啥吃的，就这钳子里头还有点肉，主要吃是这个味道。为啥来到涠洲岛一定要吃海鲜呢？因为啊，除了海鲜，其实想想也没啥吃的。这个海鲜呢，它是北部湾的海鲜，是中国四大渔场之一。这个水质还有气候都特别适合这种海鲜，比如说是养殖的或者是捕捞的，味道都很棒。吃了螃蟹，我太费劲了，着急啊，这肉吃不到嘴里。这两个螺呢是来北海必吃的螺，专门要了白灼，吃的就是原味。这个刺螺特有意思，我感觉我就想把这盆全部打包回家，这是工艺品啊，你看是不是？小的时候呢到海边旅游就特别喜欢这种各种各样的螺，特别的好看。尝尝里边的肉，哇，肉还挺多，不错，哇，看里边的肉，一个大肉块，这海鲜还是要白灼，吃的就是个原味，这就是大海的味道。本来也可以蘸点蒜末、姜末、酱油、醋，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已经很好了。蘸点这个螃蟹的辣椒汁。再尝这个花螺，这个花螺个头挺大，看看里面的肉，哇，也是超大个的。虽然白灼的很好吃，但是一蘸这个辣椒啊，一直就要蘸，不蘸立马感觉没味儿。好，这顿美味的海鲜我就吃完了。为了海鲜还有涠洲岛的景色，我也是付出了很多。因为来的时候风浪很大，这个船啊摇摆不定，特别特别的晕，就像坐海盗船一样，然后上下左右颠簸。我坐车坐飞机从来没晕过，哎呀，那个感觉啊，我躺在那儿就极力的让自己不要吐出来啊。当然虽然我没吐，但是你控制自己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股酸味，再看一下你的周围全部都是这有点恶心啊，刚吃饱饭。虽然有可能会晕船，但是大家呢尽量选择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如果有大风浪千万不要坐船，因为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满头都是汗。但是呢也不要怕，如果吐了，船员小哥哥小姐姐也是很贴心。咋贴心嘞？给你准备塑料袋，随便用反正。好，那就这样。